德善的家人们，大家现在好，现在由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仪器的具体操作流程。那么我们先把仪器打开，从手心脚心开始，把这个寒气湿气的出口打开，然后再整体预热3到5分钟，再从我们的脊柱开始，从上到下，像两旁以直线形式从上到下到我们的臀部，手臂从肩部开始，从上到下到指尖，外侧、中间、内侧，那么同样的右边、中间、外侧、内侧，同样的速度，同样的高度，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可以局部重点加强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对方的身体已经出现有痧的红点的地方出现，那么我们可以重点给他做一个局部的照射，腰部局部的照射，同时给他做穿透体验，再把这个地方吹热之后，把自己的手腕搭在上面，然后对方可以立马感受到我们的穿透以后的热量到身体，然后我们的四肢腿部从上到下，外侧、中间、内侧，一定要到脚趾，然后内侧对面的对侧，中间到脚底，再到脚趾，外侧、